哇哦！看蘑菇肉酱，最喜欢吃的小丸子。嫩，你们能看出来它很嫩。长这样。Hello， 同志们，咱就是说，快乐不？哇哦，他们家意面。哇哦，他们家的 spicy chicken。我还点了个汉堡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。然后咱们来开可乐，干杯！夏天最幸福的瞬间就是吃炸鸡配冰可乐，哇，爽！他们家 cheese， 他们家的番茄肉酱面，我是觉得还不错，因为很重口。爽！现在是晚上9:30。一个人住哦，真的就是比较爽，就是随时随地点外卖，但是不会被说。我吃他们家炸鸡，我一般都是吃辣味的，但是其实它这辣味也不是很辣。其实也没有辣啦，我觉得。哇哦，像他们家的蘑菇肉酱，就这样。嗯，爽，就这样。嗯。刚炸出来的，我真的很爱 Jelly Bean。如果他哪天在澳门倒闭了，不，他不可能倒闭，因为澳门非常多菲律宾人。是他们的家乡味啊！有人能懂，就是啃鸡腿的时候，真的很喜欢缩着后面这一块。有没有？有跟我一样吗？像这样，然后他们是，他这炸鸡是用鸡胸肉做的，然后还要配上蒜味的蛋黄酱。嗯。Hello， 同志们。吃什么呢？我最近迷上了一家肉夹馍，盐酥鸡，一碗碗仔翅。澳门也有让我觉得很好吃的肉夹馍了。啊，这样，它是这种酥皮的，然后烤脆脆的。啊，那长这样。先来一口，先来一口。哇。超好吃，它这个卤肉卤的非常的香，就是你能吃到它的卤香味，然后也不会腻。嗯，然后这个就是碗仔翅，它是一个港式小吃吗？我点的是有螺片的，超多料。嗯，香，好吃好吃。然后这个是盐酥鸡，非常满足的一餐。溏心蛋，长这样。
夹馍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种酥皮的，这种千层的百吉馍是吗？那个我就稍微一般。他们家卤肉很好吃，真的很开心。Hello， 同志们，很久没有甜点趴了，对不对？浅浅来吃个糖水吧。芋圆豆花，这也太难扒了吧！这是一份芋圆豆花，然后加上它这个是豆浆，我感觉。哇哦。嗯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哇哦，这个是焦糖，这个是一个叫豆酪，它就有点像布丁似的东西，但是它是用豆浆去做的，豆浆跟奶油。上面加了我最喜欢吃的小丸子，来一口吧，先来一口，先来一口，很久没有吃糖水了。嗯，这家我还是挺喜欢吃的，但他们家芋圆我觉得一般。全澳门最好吃的芋圆就是那家舒淇厨房，超好吃，它里面是有仙草的，我还以为只有豆花。冰冰凉凉，哦，忘记点他们家有个芋泥的，接下来这个呢就是小丸子，像这样，看到超短，好吃，就是那个口感不是豆花那种爽口的，它那种比较绵密型的。小丸子我也是很爱的东西，一到夏天疯狂爱吃糖水，因为真的很爽，配上这个焦糖完美， QQ 软软糯糯，哦。Hello， 同志们，我们今天吃汉堡，我点了一家最近新开的赤巨资，好吗？我点了两个汉堡，长这样，一个是牛肉堡，一个是炸鸡堡，我把它翻出来吧，我感觉你们看不到。哇哦，这是牛肉堡，这个是炸鸡堡。哇哇哇哦，点了一个他们的炸的一个什么鱿鱼，长这样，然后我倒了一杯绿茶，我们今天不喝可乐，我们喝绿茶吧。先吃个炸鱿鱼吧。这啥？他说是鱿鱼，但是是鱿鱼。对，是鱿鱼。你们看不看？我点是双层的，它这里面就是有牛果酱，这个100块钱的，98，这个汉堡98。很多汁哦。都是热，味道还不错。它里面就是洋葱、牛果酱、番茄、生菜。哇啊，我是不是吃到纸啊？哎呦喂，炸鸡的，然后它炸鸡是辣的，上面有那个鸡蛋，然后下面是生菜，
它这个鸡很嫩，它炸鸡很嫩，然后它里面是有点剁椒吗？辣椒酱，剁椒酱的感觉，这还蛮神奇的味道。炸鸡的比那个牛肉的好吃，哇！我真的超级爱吃汉堡，它这里面还有榨菜，对，它这里面有榨菜，同志们，这口味挺神奇的。好吃好吃，它上面是榨菜跟鸡蛋，有种中西合璧的感觉。哇，它这个鸡很嫩，肯定是用那个牛奶泡过一夜那种感觉。不错。Hello， 同志们，很久没有吃我的，很久没有吃这家我最爱的酸辣粉了，我真的超爱这家，我点了三拼，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东西给拿下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我点了肥牛、肥肠、花枝丸跟我的粉是黑白粉，就是红薯粉加那个米线，哦，这个超好吃，同志们，真的，我真的很爱吃这家，啊、好香啊！然后把我们的灵魂葱花香菜加进去，酸酸辣辣甜甜的味道，是的，这家酸辣粉是甜口的。然后还有一份套餐的豆腐奶茶，干杯，先来一口。酸辣粉呀，很久没吃了，很久没吃了，来一口，来一口，来一口，先来嗦一口粉。就是这个味，我真的很爱吃这家，这家是超级符合我口味的酸辣粉，就是又酸又辣又甜又咸。肥牛，他们家还有豆花也很好吃，甜豆花跟咸豆花都很好吃，但我今天没点，今天想要克制一下，就点了个套餐。然后肥肠卤得很软烂，我喜欢的花枝丸，超爽，而且我觉得这家分量很足，我这是三拼的，量很多，叫这个，我现在我点它这家都是点微辣或者小辣。微辣吧，应该我的吃辣能力已经下降到这个地步了，想当年我可以给他们家中辣或大辣的。在广东吃惯了那种原汁原味的东西之后，真的辣的真的吃不了。其实我每次吃红薯粉我都在思考个问题，就是红薯粉这个东西是粗粮吗？那减肥可以吃它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顿顿都吃酸辣粉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吃了冒汗。
太幸福了，同志们。Hello， 同志们，我们今天吃海南鸡饭，但是为什么他这个鸡给我这么少？然后噔噔噔噔，肥瘦相间的蜜汁叉烧，这超汤全好吃。天气热就是没什么胃口，就想吃点稍微有点胃口的东西。海南鸡加蜜汁叉烧，嘿嘿，海南鸡一定要有两个酱，一个是甜的豉油，一个是这个姜蓉。哇哦，像这样，我们先来一口海南鸡吧。哇哦，哎，但是这鸡很嫩，哇，好嫩哦，像这样，就是很嫩，你们能看出来它很嫩吗？然后沾上这个甜豉油，嗯，好吃好吃，一下子胃口就上来了。然后它配的这个是鸡油饭，好吃好吃，这鸡，海南鸡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啊！哇，哇，超嫩！哇，这鸡真的很嫩，嫩到刚。像刚出生的鸡，蜜汁叉烧，像这样，这叉烧也很嫩，哇，不错，最近真的到了我非常讨厌的季节，热到爆炸。海南鸡真的好好吃，其实它这个鸡肉给的不少，只因为它盒子太大了，因为它鸡肉挺大块。肥瘦相间，一咬那脂肪就在嘴巴里爆开，真的非常的爽，嫩鸡。